想吃广式肠粉的家人们终于可以在家做了。买回来的粉，按一杯粉加一杯半的水调成粉浆，蒸盘刷上油防沾，倒入粉浆，打入一个鸡蛋搅散，有条件撒点火腿和葱花，水开上锅蒸一分钟，冒大气泡就可以出锅了。刮好装盘，淋上花生油和酱油，美味就是这么简单。